哎，各位安安，欢迎来到梦幻 Abyss Studio。我是逆天。今天我们要来拍什么地图呢？黑猫。Red and the blue. The blue. 来。Red and the blue. 现在我们的水桶服开好了，就进入伺服器啦。我还没进入，我才刚开当个双四神。我说我现在玩 1.6 没有加水，白光影的时候刚现在不会荡了，之前加光影好荡、欸，有点小那个，但不是因为它那个啊，是不是有点小那个、哦？你应该会卡在外面，然后你等下要点一个东西才会进去。今天是不是 IP 四？对，进来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斧头丢掉。就把你身上的石具丢掉，这是水桶服，水桶服的关系。No. Fuck， 我看不懂英文啊。我好爱讲。应该有用那个吧？我记得水桶服不能换那个，换地图啊。把你的石具丢掉。丢掉你的诗句啊！可是我这样放掉，快丢掉你的诗句，快丢掉、啊、算了，交给我，我来帮你处理。奇怪、小子，你选哪扇门？反正红色，我就蓝色。叮叮，你按重生点啊，这是重生点，一点出来。好、哦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好喽、这按钮是怎样 ？What can rest, please？ 哦，我懂意思。他说等下我。我看不懂。我等下我们按按钮，我们就会。我想我是应该要有公关，还有你来拍才对。来，逆天看着这个。要。哦。对。秀。现在呢？我过去。我不知道你过去才对啊，你看得懂英文过去。我想前面应该有个告示牌，告知牌子，告示牌子。过去。我是红色，你是？对嘛？你过去啦。去。去鬼！我是红色，你是蓝色哦。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按。等一下、哦。哦。键你就按什么键它。我家叫你按什么键你就按。按就是现在返回键，就是我教你怎么按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吗？就是这是重新的意思，我等一下说重新就重新，然后这是一这个就会打开，这个羊毛，这两个羊毛就会打开，然后二的话就是上面那两个，上面这两个羊毛会，这两个羊毛会打开，然后三就代表到终点，好，开始一。那天一二一，快点一！是不是卡住了？你都不知道多少枪？我重新，重新！我看到什么鸟东西啊？哦，多一个说大，好看。快点！哎，我今天我都没跑到，再来一次。再次。嘿，哎，你是怎样啊？这门打爆了！等一下、啊。成功！哇！他又不会关掉，你知道什么？
先上第一个，上。好，等等，我来看一下。上。哎。可以。我射到你。下来啊。我跟另一天连在一起。哎呦，走开！你不要打我！哎，你要帮我踩，你要帮我踩。踩着，快快踩着，你要踩着，好。你，我帮你开门了。我看一下旁边蓝色，蓝色羊毛那里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回来。嗯，你们看到这边有那个，有没有按钮可以按？没办法按，因为这张我要先去对面拿到箱子的红石火把跟控制杆给你。你要从哪里丢？哦，对哈。啊！那很厉害。要由我来保护才对。可是我是红色啊。天地何在？看我们的黑猫找到了，哦耶！然后你啊，你爹啊，你不是哎、欸，你还有个红石啊，哎、欸，你爹，你红石火把掉，你红石掉，然后你要先做一个红石火把插在地板上，红石火把。哪个地板？那个地板后面那边，就是那个那边，你要插地板上，插地板上，对，打开了。是哦，这样。等下我还有个棒棒。然后那个箱子，那个箱子，今天那个箱子，然后你要帮我做一个红石火把。那些是手盒就好了。哎，我也要红石火把，今天回来 ，come back。哦，谢谢。从这个跑步就跑，今天叫我回来了，天哪，奇怪了。刚本来就是要给我插的、啊，一人一根棒棒，很可以。我怎么可能丢下来不管？我是红色，这是红，我是红色。来，三号，再见你的蓝色。蓝色，安娜。哦。哎、欸，赶快去拿！哦不，赶快去拿！你要拿，赶快拿拉杆来救我。我要死了，我找不到路，我迷路了。什么？我要飞的，我要不快点快点快点我随便误也误得到了。在这边这边这边耶、yeah! 不要跟我屁股后面，你不够格。你要去台中吗？为什么你不会回去啊？嗯，因为我们没有强和平。怎样？走吧。啊，你们好啊。哎，我要先出门了，拜拜。哦，我怎么办？你是不是买东西？我要干嘛？你这个就当一 P 一就好了。一 P 一嘞，才八分钟。好了。走。他们可能那个，我妈呢 ？OK， 那么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